Yes, yes, yes.
就話咧，其實作為一個演員咧，就唔會話揀個作品嘅。咁所以其實唔係話佢想挑戰啲咩角色，而係如果有一個適合嘅好嘅劇本啦，同埋作品嚟向佢招手嘅話咧，咁佢就非常之有興趣想嘗試嘅。第三條問題啦，你認為咩類型嘅鞋履會令到女士更加性感同埋有魅力呢？我登重要的心态里有生的人头没有你给了这个就算了你看看谁啊那虽然还是있지만제경우에서는다리편해보이는신발이가장좋은것같습니다너무높은힙을신으면좀힘들어보이고그냥본인한테제일편한신발그게가장예쁘잖아요咁咧，佢就話咧，其實每個人嘅喜好都唔同啦，但係佢自己就覺得咧，令到腿部線條可以表現得好靚嘅鞋咧，就係最靚嘅。咁比起我可能就爭好高嘅鞋啦，但係最起可能唔舒服嘅。咁所以自己著起最舒服嘅鞋就係最靚嘅鞋啦。第四條問題，你有冇曾經買過鞋履作禮物送俾親友嘅經驗咧？혹시신발을가족이나친구분들에게선물로해보신적있나요？아예맞죠예제부모님께도뭐제동생에게도친구들에게도가끔씩선물을하곤합니다신발을사주기는쉽지는않아요그사이즈도저마다다르고취향도다르기때문에그신발선물할때가가장고민이많이되는것같아요咁佢話咧，其實自己曾經都有好多次咧，試過買鞋送俾身邊嘅屋企人同埋朋友啦，仲有自己嘅細佬妹嘅。但係佢話每一次揀鞋嘅時候，其實因為每個人嘅 size 同埋喜好都唔同啦，所以每一次咧都會作好多嘅諗法，去好多嘅選擇先去決定嘅。嗱，接住問你而家，你會點樣慶祝嚟緊嘅生日咧？本身呢啲先係好似我哋嘅本地人做嘅嘢咯。아마생일때스케줄이있어서촬영을하고있지않을까생각하고요사실이제오늘행사끝나고한국으로돌아오면저는쉬는날없이계속일을해야되기때문에생일이지나서까지계속바쁘게지낼것같습니다咁啊，非常之可惜啊！佢話咧，因為工作好繁忙啊，咁所以佢預計咧生日當日咧都一定要做嘢啊。咁佢話其實今次喺香港完咗呢個活動咧，佢翻到韓國之後咧，馬上都有其他工作要進行。咁可能過咗生日之後，佢一定要繼續做嘢啦。啊，오늘이렇게초대해주셔서감사드리고요모두건강하시길바라겠습니다또홍콩에서좋은시간가질수있게빠른시간안에찾아오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咁啊，非常之多謝大家今日嚟睇佢啦！我希望下一次會再有機會嚟香港見到大家嘅，多謝曬大家。